猪猪侠，你输了，是我先找到目标的，我还抓住了他。嗨，到底是谁抓住了谁呀？看，我变成美丽的长发公主了！我又变成老爷爷了！我还会飞，飞呀飞呀飞呀飞！坏坏博士，你怎么了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救坏坏博士啊？阿武，坏坏博士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很多水母的触须都是有毒的，坏坏博士大概是中毒了。什么？那我们赶紧去救他吧。猪猪侠，你先别冲动。